信仰啊，其实对我来说，从小爸妈也是接触这一块，然后我也是耳濡目染，也从小就接触庙会这一块吧。对啊，最始终也是爸爸带我去朋友的宫里，打鼓敲锣打鼓，对吧、啊？才演变到我今天，说真的，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梦吧。年轻时在外啊，也是跟了很多自己的兄弟朋友，对啊、在外面舞弄了一阵子啊，对啊。也或许年纪上有了啦，对啊，也是想属于有自己一个的归属感。真的、啊，总之要有一个梦想啊！毕竟家里的神明也供奉了20几年，啊、也是爸爸传承下来。那毕竟爸爸现在年纪也大了，应该是让我来传承对这份信仰的坚持。那一步一步重新安坐，完成到现在也一个阶段了。或许是因缘巧合，让我打造自己属于人生第一个神尊，太子爷。6月25号这天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是我人生第一尊神明的开光日。那在这里啊，谢谢很多自己身边的兄弟朋友的相挺陪伴，陪我一起完成这个的梦想。帮我圆梦，感恩。衣服很漂亮，然后又帅。